在宜安地区，现在可以吹过海的时候，稻田就像涌起海浪一样，一波接着一波的往马路上打。飞散的状况导致呢，整个视线都是相当模糊。也就是说，能见度做完中午以后呢，整个风势雨势不断的增强。我们会随时透过明视的镜头，带您一起来掌握。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。